接下去呼吸不考虑的，打拳的过程中呼吸不考虑的，你让他去，以后自然会配合，不要有意去配合他。好，手不动，整体向前到前脚掌，手挥不去动它，手摸着，整体向前到前脚掌，然后想象一下手的两端，包括整个手掌像两块抹布，向前以后，前面圆弧形的朝内的，一个圆弧形的一个锅子给它擦干净，从这里开始擦，把前面圆弧形给它擦干净。它事实上还不只是从这里开始，而从哪里开始呢？垮开始。它到这里以后，你看整体向前去的时候，垮先向前了，垮肩肘腕一个大合，这是一个大合的啊。这个动作来自于哪里呢？来自于孙氏里面，孙氏里面是这样一个动作的，孙氏的合是这样合啊，孙氏是这样合，这样开的。啊，那我们把这个孙氏的这样的合变成这样的合，手内侧朝外啊，这样的合，把前面圆弧形给它擦干净，整体合上，整个爬先合上去，看到吗？爬先上去，肩先上去，手上去，管上去，啊，一个大合啊，然后爬不动，转腰拧起啊，往四十五度方向。脚平侧以后，手圆弧形朝外，往外把圆弧形的勾起，啊，一个大开一个大合。